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channel。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的朋友，我们有礼物想送回给你。如果想拿到这些礼物，首先就要帮我们填写这张新朋友卡，方便我们到时有什么 event 都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新朋友卡后面呢还会有代套事项，如果你想代套事项是保密的话，记得剔回左手面这一格保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填完交回给我们带有工作人员证的工作人员，这样就 OK 的了。我哋今个月嘅主餐崇拜会下个礼拜三，大家记得准时出席啦。Hello， 我哋 channel 就嚟会有一个叫做 T4T 嘅课程。T4T 就系 stand for training for trainers。T4T 喺短短十年内已经感染咗一班基督徒喺世界各地开咗超过80,000个教会，亦都感染咗超过200,000个基督徒去信主。如果你想喺传福音上经历到神，又或者想訓練門徒的話，就記得要來這個 event 啦。這個是一個6堂的課程，而第一堂會在4月2日舉行，時間是下午2:30在 channel 度舉行。我們 channel 很榮幸邀請到很有經驗的李牧師來教導我們。 channel 極力推薦各位弟兄姊妹去參加，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，就可以找 John 又或者 Jason。 我們將會有小小音樂家大招募的課程，課程簡介日會在4月1日1:30到3點，而這個課程是會由4月8日到5月13日每一個星期六，除了4月22日之外的1:30到2點半，這個課程會在3月26日截止。大家如果有興趣，可以通過這個網址報名或者電郵個表格去到這個 email 或者親身提交到 channel， 費用是10元的，歡迎大家找朋友一起去參加，亦都可以自備樂器的。